赚200块钱嘛，够了。这个还是木兰杨梅皮，现在红的统一叫杨梅皮，人家灯的还可以，但是裂呀，这条裂从这边过来到这里了，主观了嘛。你画里面画不画要切开才知道，但重量还可以，压手感还可以，多少钱嘛？我给你叫价嘛啊，给你12000嘛，叫价随便你叫，你叫22000嘛。你看到就说没关系，我要开开价嘛，几天没有开价嘛。1500嘛，1500就是真的太低，不低了不低了。你好好给价，我不来了好久了嘛，对不对？这种料子就是皮壳在上面杀还可以，但你想要切好切出冰种，这种料子切不出来的。老板多少看到？那要不你说一下嘛，滴滴的，这里6000嘛，好不好？我给你1600嘛。我还不留呀，你这么个六单，这六单好给啊，1666。哇塞，怎么好卖啊？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花哈，压灯感觉有一点点，但是不明显。这个地方这样吧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1800，你发我也发。料子给可以，没关系。料子可以，可以什么？我是拿手可以，我不卖。啊、哎，1800就真的不卖，我赚一点卖。等于说1800你没赚到钱是吧？2000嘛，赚200块钱嘛，够了。你要知道，哎呀，真的卖不了，好不好吧？好朋友好，卖给你这个料。20，来，都拍死。这个料子就切了吧，大力从这边走的，一刀两棒，就看它中间有没有化开了，化开就斩，化不开就垮，直接切就完了。沿着裂就给它干一刀，喂，没想到啊，画是有一点画呀，但是没画开哟，这没什么用，只能打珠子。这个一块料子，人家打一串手串还打不出来，打半串吧，一个算了50块钱。Yes.